12月4号在香港举行的个人首场大型售票音乐会，张钧甯三个月前便开始积极练唱健身，也亲自参与歌曲的编排，对节目内容提出不少想法。除了演唱自己前两张专辑的歌之外，钧甯也特别苦练广东歌，展现诚意。广东话怎么讲？旅行的意义。旅行。广东的。香港人。的意义。意义。旅行的意义。好，知道了。全新的歌我可能就有点担心的。由于是生平第一场大型售票音乐会，钧甯压力超大，正式演出前密集彩排一整天，到了晚上10点才停下来稍作休息吃晚餐，不过这一吃可就停不了。确定扛缝。你吃了什么？刚刚吃了一个叉烧饭，还有 一碗牛肉的环粥，还有甘草牛河，还有猪排公仔面上面的猪排。太大，向来克制的钧甯突然食量大增，虽然担心小肚肚跑出来，不过吃饱才有力气练唱，果真越夜越嗨。也要先演练一番，而这次演唱会同门师兄 Lollipop F 更是力挺到底，不止彩排师阿伟特地来探班，更派出同属 Rocker 挂的小玉合唱为钧甯助阵。Gonna be my sexy girl.
你的铃鼓掉了 Are you gonna be my sexy girl? Okay. 你都没有看我我为了要呈现出最好的态度，连鼓敲到手 OK， 你看，已经掉了四个。放心，到那个演唱会当天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其他全部都补满。OK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拉力炮 F 真的是有情有义，即使无法到场的威廉和 L 却也不愿缺席，自编自导自演一段酷搜 VCR 为雨季加油打气。喂，陈浩南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不把张芸京演唱会门票拿来的话，小结巴的命你就等着看着办吧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想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去油弹。你不相信的话，我杀你了！你杀我了！我告诉你，三七，我今天更不相信你敢跟我们同归于尽。好啊，来。真相张晶演唱会门票，想知道演出内容到底有多精彩，敬请锁定完全娱乐，完全乐资讯独家报道。